手掌发出阵阵机械声，仔细一看，原本的五根手指头竟然多了一根。这不是什么手指一只，而是日本与法国共同研发的第六根指头。自分の体は脳で動かすのは知ってるけども、新しい体っていう来た時に脳は対応できるのか。原本只是想研究大脑对全新身体器官的反应，如今五根手指头已经不够用，这第六根手指正好成为人类的小帮手。伸ばす筋肉と曲げる筋肉の両方が同時に活動した時の信号が出た時のみ、ここについている指に電流が流れて、モーターに電流が流れて曲がるという仕組みになっています。使用方法很简单，只要在手臂贴上四个感知器，再将第六根手指装在小指旁边，就能活动自如。不论是敲打键盘还是拿红酒杯，第六根手指都可以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操作。有些人甚至说自己慢慢忘了有小指的感觉。こういう技術が発展してきて、誰でも自由に体をデザインできる。学者指出，未来甚至连人类没有的尾巴或翅膀都有可能借由机械辅助打造全新的身体器官，也能打破正常器官的概念。人可以有三只手，也可以只有一只手。希望生长者不再觉得自己少了什么，因为人类的器官已能自由选择。记者张晨妍、江振兴报道。